难过，也有失望，也有希望，也有惊喜，也有惊吓，就是从头说到尾的话，真的有太多太多的事情说不完了，很心酸。我们就不聊这些不开心的，我们就聊开心的，好不好？我们就聊开心的，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了，好吧？我们每天都要给自己说，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好不好呀？我们每天都要给自己说，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好不好？干爹干妈妈，阿紫唱首歌，好的，好的，我就给你们唱一首歌。女儿不给爸爸妈妈唱歌，那女儿给谁唱歌呀？对不对啊，帅哥姐们？我不给你们唱歌，我给谁唱歌啊？我回到山上了，再给山上山唱歌吗？对不对？我要给我师叔阿姨们唱一首歌，我要唱一首，我要说我要唱一首最拿手的，然后等一下我唱出来的时候，我怕你们笑话我。好人有好报，你一定会幸福的。我这本就是好人有好报，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啊，但是我知道傻人会有傻福，这个我是有点相信的。真的，我是有点傻的那种，真的我是有点傻的那种，所以我相信我就是傻有傻福，所以我才有那么多我叔叔阿姨在陪着我。现在我相信我就是那个傻人有傻福。我要猜一个什么歌呢？有点太伤感了，遇上你是我的缘吧，唱一个。阿紫辛苦好甜，好的，我唱遇上你是我的缘。现在没有遇上谁啊，但是呢，我很喜欢这首歌，很喜欢这首歌，我这首歌送给我叔叔阿姨们，遇上你们是我的缘。想得起一个是这弯弯的河，我的心在那河水里游。天上的相思是这弯弯的路，我的梦都在转在西南中。一切等待选择了你，遇上你是我的缘，守候你是我的歌，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我爱你，就像山里的雪，莲花。就像山里的雪，莲花。遇上你们是我的缘，真的，帅哥姐们，我很幸福，很快乐，很开心。高山下的情歌，是这弯弯的河，我的心在那河水。里有蓝天下的相思，是这弯弯的路，我的梦都在转在西南中。以前等待不再是等待，我的一生就选择了你，遇上你是我的缘，守候你是我的歌，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我爱你，就像山里的雪，莲花。就像山里的雪，莲花。
太难听了，太难听了，好尴尬。但是我已经就是，我感觉就是，虽然我没有给我们亲妈妈唱过歌，但是我感觉现在在我干爹干妈妈面前，就像给我的亲妈妈唱歌一样，我感觉我一点都不紧张，一点都不害怕，就是很轻松很自然，就是很就是给你们就是很亲切那种，我觉得我随便唱的那种感觉，随便发挥自我的那种感觉，知道吗？姐吗？真的，其实我知道我声音很难听，但是我在你们面前，我觉得就在我的爸爸妈妈面前唱歌一样，就是我在我爸爸面前，我就是我感觉我做错事啊什么都没事那种感觉，知道吗？所以我觉得我在你们面前唱歌，我真的一点都就是不紧张，我真的我敢这样子，真的我真的跟你们就是有那种就说不出来那种感觉，反正我也没有文化嘛，就是不会表达，就是唉不会表达，就是越唱越好听是吧？是吗？真的越唱越好听吗？真的越唱越好听吗？阿泽晚上好，晚上好，家人们晚上好。还是希望找到你的亲妈，我会的，家人们，我会的，我会的啊，我会的，我也会把我的亲妈妈找到你们的姐妹儿。我会去找你们的姐妹儿，好不好？去找你们的姐妹儿，然后让你们说一说她，让你们说一说她。姐妹儿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应该叫她姐姐还是叫她妹妹。你们就说，你怎么能把我们的阿子，我们的女儿，从那么小就把她扔，就是丢在她爸爸那里就走了呀？你们就这样子批评她好不好？好吗？这样吗？好不好？你们就把我评评我妈妈，找到了你们就说，你们怎么舍得把我们的我们可爱的女儿扔在那山上，好不好？不是伤心的事，我就不说了。虽然我现在没有我亲妈不在我身边，但是你们就是我的亲妈，真的，你们就是我的亲妈，比我亲妈还亲妈，有可能我亲妈都不知道我现在有那么多叔叔阿姨，对不对？我现在我基本上我直播间里面叔叔阿姨都知道我有很多叔叔阿姨在关心我，有可能我亲妈都不知道有那么多叔叔阿姨在关心我呢，对不对？对不对，家人们？对，我们要先说点开心的事。我们呢做事要一步一步来，好不好？我们呢做事一步一步来，可以吗？干爹干妈吗？我们要做事要一步一步来，好吗？然后呢，现在在哪里？我现在还在三亚。但是我想回，如果哪一天我突然就回去了，你们会怎么想？但是呢，我相信我，虽然我做了什么选择，你们都会支持我，对不对？不管我在哪里，你们都会支持我，对不对，家人们？你们都会支持我，对不对？阿子一定要加油，好的呢，好的呢。你们不管我做什么选择，不管我去哪里上班，只要但是呢，我不去乐山了，家人们，我不去乐山了。除了乐山，不管我去哪里上班，你们都会支持我，对不对？只要阿子开心快乐，你们都会支持阿子，对不对，家人们？对的，扣个一，好不好？哇，你看吧，我那么多叔叔，不管我在哪里都会支持我的。谢谢我干爹干妈们，谢谢你们。老家不支持，不行，我不要，我要你们要一直支持我，知道吗？你们不支持我就不开心了，我就伤心了，我就觉得哎呀，我妈妈再骂我了一样，我就不开心了，知道吗？所以呢，你们说阿子你回老家，我就不支持你了。不行，我不同意，知道吗？
支持喜欢你。好的呢好的呢，谢谢你们。回到酒庄上班，我不会去酒庄上班了，帅哥姐妹，因为我不会去酒庄上班了啊。什么原因呢？我也就不说了，你们也很多都知道的。真的，我也不会去乐山上班了啊，我也不会去乐山上班了，因为我知道很多人的就是他们的很多这种想法，还有这些，我虽然我不说，但是我很明白很清楚，知道吗，家人们？哪里适合你就在哪里发展。好的，对，只要阿紫在哪里过得好就可以了，对不对，家人们？只要你们的宝贝女儿在哪里过得好就可以了，不用说，我们都知道。对，不用说，你们都知道，你们知道的扣个一来，家人们。阿紫为什么不在乐山上班？你们知道的扣个一，好不好？只要你们宝贝女儿在哪里上班，只要开心就可以了，对不对？只要开心就可以了。其实我以前一开始的时候，我好喜欢乐山，好喜欢在乐山上班，知道吗？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的话，就是那，不说，秘密不能说，不许回大凉山，不许回大凉山，是不是？离开伤心的地方，对，对的，对的。阿紫要多学习。好的了，我要学习，我要学习，我要学习电商，我要学习很多很多。我要学习文化，我要学习电商，我要学习。我看一下，我反正我要去学习很多东西，但是我要一步一步来呀，家人们。如果我不一步一步来的话，你看我的脑壳就那么大。我还要装着我的叔叔阿姨，我还要装着很多事情哇，装在你头里，装在头里，装在头里，我的头都要炸开呢。这样的话，我要一步一步来，我要一样一样的东西来，好不好？是阿紫是金子，撞哪里都会发光。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金子。我们就是有些呢，有些人呢，我们也不要在我的直播间里面提了，知道吗，家人们？有些人呢也不要在直播间里面提了，因为提了的话也会让别人误会，知道吗？我不希望就是打扰到人家的幸福和就是那种你们懂的，懂得扣个一，家人们，你们懂的，就是我你们也知道的，你们宝贝女儿再怎么样也不会去，我做不出来那种打扰人家幸福呀，拆散人家那种，知道吗？所以你们有些人就不要在我直播间里面提了，知道吗？知道吗，家人们？都是我的好哥哥，我就放在我心里面，就一句话，都是我的好哥哥。给易老板当小三去吧！哎呦，我的天哪！哥哥，我想当小三，不知道是哥哥还是阿姨，这位谁？跳个舞再给我们看一下。还想看啊，还想看啊，哦，果然我真的是你们真的宝贝女儿，我跳的再怎么难看你们都还想看，你们都不会嫌弃我，真的，我跳的再怎么难看你们都不会嫌弃我，这一点我就认定我真的是你们的宝贝女儿，真的，你们都不嫌弃我跳的多难看都不嫌弃。阿紫可以想看是吧，来，想看的扣个一，我再给你们跳啊，对不对，宝贝女儿就是来跳舞给爸干爹干妈看，给干爹干妈开开心心的，对不对？跳个跳，哇，真的很想看啊！那我就跳个彝族舞好不好？这一次我就跳个就是彝族舞的话就温柔一点点。我就给我的干爹干妈们跳个彝族舞好吗？好不好？好不好？干爹干妈们，看一下，我跳个彝族舞。我跟你们说，我真的太难了，家人们，我也要需要去学习一下，知道吗？我要去真的去学习一下。你看，因为我真的很多字我打不出来，我连彝族舞这个都打不出来，所以我要翻译。彝族舞太难了，有的时候普通话又不标准，又打不出来。彝族舞。对的，干爹干妈们，你们像阿紫要不会打字的来找阿紫，阿紫教你们怎么翻译。我就跳一个那个。